好，现在我们再把标签纸放回去。放回去之后呢，因为这个 Lamellus 标签纸它是没有背纸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直接把标签纸从这个下面穿过来，用手记得拉住前面的纸，让它保持一个紧绷的状态，然后呢，双手把这个下面的接合板扣回去。扣回去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 feed key， feed 一下，标签纸会自动吐出来。多 feed 几次，让它走到原位就可以了。